您的诊测范围有多大？十一号是指引型机器人，并不具备侦测能力，您不能对一个指引型机器人有过多要求。你不如说你是个垃圾桶，这样我就知道你到底能用来干什么了。
但是没想到
事从从没解决。获得目标信息后 ID 老木加
为止。你希望我在虚拟空间里进行神经同步？虚拟空间即时间与外部不同，可通过时间差进行